因为每个角色都不一定嘛，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。基本上你后面角色雷鼠只出一只的话，就是出叶秉龙了。会稳定闪避的都必练吧？会啊，就是叶秉龙跟曹庆啊。对，你假如说每个属性都出一只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只出夜明龙。你看，因为我现在角色不足嘛，我就会这两个都出。抽到卓越角五星了。这个老头很机车，这个老头还走很快。就是现在，这老头不知道怎样，他就讲他们健步如飞，跑超快的。但还是不会用。神魔共子过。有吃为鼓励的阿伯，两滴。有没有搞错？两滴？最近是怎么回事啊？神魔共死破。最近怎么老是在打那种两滴的？请问，如果推图推到23，等他限制下一张地图等级，此时你体力会拿来刷魂石吗？会啊，先睡了，啊、各位晚安。晚安。可是你会刷魂石的前提是你的材料其他都已经够了，只差魂石的情况下。赴汤蹈火。就是你只差魂石，其他都足够的情况下，就会刷魂石。哇，好险！取入婆娑平沙翼。我的老头直接这样过来，终于轮到我了，很烦。这老头真的是，不管他就是一直冲。所以顺序是：第一步武器30，洞开三格；第二衣服，第三才是魂石，对吗？魂石第一啊，魂石最重要啊！哎，没有，你假如说刷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会开动画哎。你假如是刷的话，就是材哪个材料少刷什么。少什么就刷什么。没法卡他，就逼你要护卫他。完了，疯死了！魂石强化提升的战力最多，神魔共死。我被疯死了！他这个太漂亮了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赴汤蹈火。基本上我都缺直接刷爆。取入婆娑平沙翼。终于轮到我了。魂光缺的话怎么办？好
断腿很好，太漂亮太漂亮了，断腿了，老头走不动，神魔共死破，对，老头走不动，好耶，你说是走不动了，死不全种，就是现在，神魔共死破，老头顶不住了，神魔共死破，行了行了，谁敢放肆，谁敢放肆，漂亮，婆娑平沙溢，这游戏真有够佛，商城实用的东西都不用花台币兑换，基本上子龙的游戏都算很佛心，给的都不算少，你无氪其实都不会太痛苦，基本上该过的就会，然后玩得很休闲的就没办法，对，你脚有正常这样玩的话，就会进度都会跟得上。什么嘛，这么容易就赢了？气血加5%，碎片好少，梦幻一天可以拿9张。这游戏抽卡就爽了。天地姐也是9张啊，天地姐也是9张啊。只是还没开到9张而已啊，对，天地姐是432啊。